是。现在问题出现了啊。纪元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告诉金飞，对，看一看他执法是否能够成功。来，一起看一下。有什么规定啊？有什么规定？就是规定啊，不允许背这种这么大的这电动骑电动车背这么大的这个板儿。这个骑这个车，他允许我背多大？背书包行。背一般的板儿也不行啊！不行不行，真不行，好吧。我帮您背过去，咱们过马路好不好？太危险，这是为您的人身安全考虑，好吗？家的钱呢？啊，我陪您过去，好吧？您先给放下来，好不好？帮我捡，我帮您捡。来，累坏了吧您？要不您把这个板先存着，我帮您看着。找一个这个专门拉这个车，您来拉一下。啊，这个家里人或者帮着过来抬一下，不是不远了吗？啊，家没人，我是执勤也没法帮你抬，要不您把车的，您把这板拿回去再来取车，好吗？拿不动，我这个，那您想想办法好吗？有没有朋友什么的？啊？不是，那要不您放着，我下班的时候我帮您拿回去行吗？是，但是您这样太危险了，啊，好吧，就这么近，要不您想一办法，或者邻居，家里肯定有邻居帮个忙。那您帮个忙，以后都远亲不如近邻，都是邻居，怕什么的，跟他说一声。我还有一会儿下班，好吧？没问题，您在这个楼是吧？啊，我就在这儿。啊，一单元十五楼，好吧，您放心，没问题，我帮您看着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跑不了，您找我。怎么样，现在遇到难题了吧？太难了，我认出来没有？我看着眼熟啊，这不是贾胜博老师吗？是啊，贾老师，你把这眼镜摘了，你看我说看着眼熟呢。贾老师，这是咱同行，这个这是我前辈，何止同行啊？贾老师板儿沉不沉？长那么大，头也不轻。头也不轻。哦，这个勒的，哎呀，太帅了！大汗淋漓，你知道吗，金飞？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第一份惊喜。哎，贾老师亲情助阵。您看这交警不容易当吧？他是怎么的呢？咱这交通法确实有规定。这个属于非机动车啊，非机动车载货呢，它有什么规定呢？你看这个啊，高度从地面算起不能超过1.5米。从地面算起来，对，你这肯定是超高了，对吧？前面的不能超出这个前轮啊，这没问题。后边不能超出0.3米，两侧不能超出0.15米，这是交通法规规定的。上下左右。刚才贾老师这个超高还超宽，你看他这板儿，肯定这三颗板超宽，是不是？而且我感觉您过来骑的时候，这不是要运板儿，这要起飞呀！对，颤颤悠悠的，有点要起飞那感觉。不但这个交警表扬你了，那贾老师都表扬你了。贾老师也辛苦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没事，金飞，你还给我加油。您这草帽还接着戴着吧？好了，好嘞，贾老师，你继续啊，哥们儿，加油，加油啊，金飞，加油，加油。